熊猫多久发情一次？其实从相关的文献上面去看呢，基本上大家认同的是每21天它就会发情一次，但是实际上似乎没有那么频繁。那么在我能接触到的一些就是客户呢，跟我去反映的，大概他们家的猫猫呢是1个多月会有发情一次。当然，现在的品种猫呢，就是发情的迹象是非常的浅，所以甚至不一定能发现到它有发情这样的一个表现出来。那么也有极少部分的一个猫猫确实遵循的是每21天就会发情一次，而这样的一个猫猫呢，往往都会造成家里面的一些困扰，因为发情的时候就会叫啊，然后食欲减退啊，掉毛增多啊这一类的。所以听到这一类发情真的比较频繁的猫猫呢，我是建议如果没有调配情况的话，赶紧做绝育这对于身体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帮助。小贴士：相关文献记载，母猫基本上每21天就会发情一次，实际上可能没那么频繁，大概在1个多月发情一次。当然，有些品种猫发情迹象非常浅，甚至不一定能发现它有发情的表情。发情期间，母猫会无辜的叫或者食欲减退、掉毛等。如果没有交配计划，最好赶紧做绝育。